烦死了，每天都是政治的新闻，政见吼都在比样样好，真的能够做到的又有多少？到底在纠结什么？每天这些政治吵吵 吵的，你不觉得很烦吗？当然觉得烦啊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政治立场，我没那么伟大，我没办法说全台湾多好，只希望南投能好一点点。为什么我这个小小的地方，永远好的都只有日月潭、清境啊？南投草屯也是要让人家知道吧？我找到问题，你最大的问题一样在那边攒粮，不会自己出来做，不会是要我出来选吧？是你该来为人民服务的时候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参选，我先选户长。你已经是你们家的户长，你不用选了。多选几户可以吗？毕竟你叫草爷，就县长。你疯了？对，选县长就是你。我知道你没选过，所以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好，备好了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专门教你这种选举菜鸟。蔡培慧，喂，草爷。其实怪状的，所以第一点要有助选人啊，斗战斗战。后面那个长那么高在干嘛？政治人物人身安全很重要。这种，对，我真的要选县长。对啊，你看给那这样我不就怕甲少年难斗在地，草爷斗战。不要为了 Q 这个，然后先帮我做好，好不好？很奇怪，你的战袍也预备好了。哦，现在是什么奇形怪状的加冕仪式啊？所以我们一般要。把它穿得很好，因为吼出去啊，每一个人拢爱熟悉咱嘛，啊，咱无可能熟悉每一个人啊，所以爱让伊远远都看到，哦，草爷来了，草爷来了。哦，一般参选不是要有政党吗？我们培慧姐是民进党的，那我叫少年党，叫人大。我知道你人眼已经帮我找好了这两个美女嘛。我没有舞蹈，你的舞蹈。你不要现在加入篮球队的。上重要，我知道你有四个囡仔，所以我感觉绝对要让囡仔有共融公园。因为我们现在小孩子的都是塑胶的那个游乐器材，有时候你去摸烫烫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树，我们就可以做攀岩的啊，让他爬树啊。南投山坡地多嘛，我们就可以让山坡地做，让他做滑草的，跟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。这个我蛮有感的。现在生育率已经在低了，我们还生了四个，结果还是一个人在带。我觉得这个应该针对这一点，因为其实南投的生育率算还可以啦，像无聊啊，打开播台机做。那边烧瓶子啊，对，修啊，其实我也希望年轻人多回来南投，因为我曾经有在影片里面呛过一句话，我说我希望在未来我能够创造1000个就业机会，很雄心壮志嘛。下面留言就是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告诉你哦，光我个人可能比较有限，但是我有草爷，然后我有加大生产那个电动脚踏车，观光业要升级，所以我要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。你输9000，那我们先去哪里走走？我感觉哪要行吼，像每一个人拢爱行，像我6点一定要吃早起啊，所以我觉得要到我们地方好吃的小吃啊。我们先第一站，先第一站，好好好，先第一站，培慧姐内行的，这间是出名的小锅短碗。对哦对哦对哦，而且你看我回来了，意面偌济？25块，25块很大碗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吃饭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知道刚刚啊，培慧姐在你还没来之前就遇到性侵案件。哦，刚刚在路上有遇到陈姐。因为她看到我，然后她就下来，因为旁边有一个 bogobog，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路给弄平啊。中心这条的。对。很长，我也要跟你陈情。我家就是中心这里而已。真的啊。国中开始就走路上学去中心国中。哦，哎呀，就等了呢。几多路啊？你觉得？跑选票最辛苦的是什么？我们就带着爱心来嘛。我觉得遇到相亲不会辛苦，脸笑微嘛，我要跟工厂嘛，我要跟按五位郎恭维啊呢，真够喊那个，我就会有点，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要平心静气，要保持自己的温度。对，hold 不住怎么办？其实我对人比较不会 hold 不住，我会 hold 不住的都是讲到921啊，因为我家921也倒了嘛。啊，我小时候是给阿公阿妈带，讲到阿公阿妈，我就会觉得。很心情会很亏欠，所以我也经历了。那个时候你去那个南投省立医院，经过外面全部白布，没有地方安放，全部在路边。小时候比较不懂，没有感，你现在长大了就觉得好可怕，这个
天灾人祸。所以讲起来，那个在地医疗是很重要。南投很多的医疗资源哦，比较重大都会把它往台中送。我最近有一点想把医学中心在南投，或医学中心到南投。那很多人说，啊、你南投嘛，这四十外万人，干有法多做法多建？我讲不是，我是要比如说把台中荣总跟我们中心医院来合作，那他派专业的医师来，肾脏科也好，心脏科也好，眼科也好，那一旦有重大的状况，就马上外送到中荣去，就两边的资源是相互支持的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像我为什么手上拿着口罩，我一进来在排队外面的人，我每一个都发口罩。你好，我是蔡培慧，被分管第五家拜托哦。哦，制造印象，人群合度。那你还会跟人家握手吗？现在疫情期间比较不会，但是会撞拳。撞拳这样子。那如果这样子，我们就吃饭一下。你好，我是安徽，被来分管第五拜托哦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嗯哦，我一样。啊嘞，啊嘞。哎，你有厉害，那很有亲和力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找路人随机试试看，好好好，看你会不会被揍。应该是不会啦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哦，我的脸看起来比较凶，所以我会时常保持微笑，大家觉得比较有亲和力。那也好险，我们的影片时常会散发出搞笑的气息，所以才不会让我的脸看起来这么凶。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南投古天乐，因为古天乐比较黑，我为了更像他一点，我跑去澎湖戴了三天，然后现在变那么黑，就后面照镜子发现，哇，还是含羞草。来，助选员上，一二三，打屁尿尿，不是变好了，二三。没有节奏感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南投很丢好酸的，叫你们的出鼻隔壁哈，关注我们一下，感谢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拼一次，来来来，哎，我赢了，哎，好，感谢感谢。奇怪，培慧姐不见了，那她叫我们在这边等，这边这么多人是在干嘛？培慧姐是说要叫她的大姐啦，应该是她亲姐姐。她亲姐姐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到底在卖什么关子啊？不用动。好老爷，他今天呢跟我要挑战，我在学习啦，有个不情之请，可以签个名吗？啊，我感觉有点像精忠报国的感觉。我以为这次没有选。谢谢谢谢，你忙你忙，总统忙忙，谢谢谢谢。我好想要问你，请问总统在你背后签名的感觉是赤赤的、痒痒的？我刚刚以为他在后面写精忠报国。这个培慧姐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，她跟我说她姐姐要来，我现在还在惊魂未定当中，我们等培慧姐出来好了。你要肾水要干嘛的吗？补肾。口感怎么样？甘甜，甘甜。甘甜。趁着我们培慧姐去忙，带两位美女助选员来这边看一下。你看看这些小朋友玩得多开心，你不觉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掌心宝吗？没错，辛苦了。对不对？你们回到家，父母们也是整天就是哎，我讲爸爸，也是关心你这关心你那个的，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成长得好。我待会带你们去看这个东西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成为我的证件之一。好，看到这个没有？零到六岁国家一起领养育儿津贴，本身。四个孩子的爹养小孩很贵，知不知道？真的很贵，所以我们要搬过来新草原一起养。说既然是这个超级助选员，那就赞助我一块这个大贴板，可以吗？原味内裤有人要买？你们可不可以抛弃那些新三色的东西？抱歉抱歉抱歉，十万都支持啦，看啊！我跟你讲，这间店把它贴在这里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健康美容事业这一面我们要租下来了。好贱啊！直接连合成都不要合成了。想要询问我们，你们导演导师有交代说，就是我们要从基层做起。导师有交代，就是今天这边没有贴完，没有办法吃饭。两位助选员就。这个有没有限定一个小物不能超过多少钱？有限定，不能超过30块就退选。哦，先折进来。我会折莲花哦。竞选的文宣候选的名字都会在前面，再来就是留下爱。对着再对着，也对着。高贴啊，不能贴到背面的。我们还是要让其他人看到我们的产品是有
有认证过的，才会知道哦，选民科的安心。可是一定要选择在地的东西，会比较亲切吗？如果说我们今天送在地的东西，代表我们在意在地的产业。应该差不多要来了吧？哎，草爷，邓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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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住在底下在就行够底在做手工。我有个问题想问，我一直以来都时常看到像这种，哎，里面都有一些摆饰什么东西，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的意义是什么。逛到这边，我不会特别想走进去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营业。它玉成春就好像咱细汉的时阵，我在起鸡，好爱用会个酒，就让它温暖。如果要让年轻人创业要有动力，我们这次是很特别，让工研院来协助年轻人创业。他也没和专业不足，有工研院的人来教他。那如果他做得很好，我就跟企业来连接。哦，那我今天大概懂了。那我们今天是要进来这边，哎，来看卖了，里头有一个大家会很意外说，哈，原来我们跟这么大的企业在合作。哦，慧姐，慧姐，这个关选举什么关系？这跟选举没有关系，可是跟南投的发展有关系啊。因为我们希望南投经济发展，创造就业机会，更多年轻人回来啊。来，像这个千中，我还讲哦，伊嘛是咱南投人哦，伊就登来才服务。啊，伊做行李是较像做，你知道吗？像。我们最近在跟统一超商合作 ，Seven Eleven 的环保杯是他们设计的。对，鼓励大家哈，有来中心看到有这种育成基地的，都可以走进来看一下。我会想问，就代表我不懂，可能别人也会觉得，哎，我在那看这是干嘛？我可以进去看吗？都欢迎你们进来走走看看。我也了解里面真的是很厉害的东西，非常的棒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，姐姐，这些都是你有在帮忙推动的。有，我们是3-4年前认识嘛，就刚开始在研发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协助。然后这次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工研院啊。那时候我们在想说，哎，青年创业富裕基地，千万不要只是来教他怎么记账，对，你要有技术的协助。然后我们也有做这个无人机的地方，各式各样的创业都有。如果有需要我们这种不成才的吼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有钱公有吗？都是收掉，明天上班。都来了，我们就用最直球对决的。直球对决。我相信你们对政治一定有很多的疑问。真的，真的。连我自己都想问很多问题。台慧姐不是本身原本是在中部什么？行政院中办。那这个官位已经很高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再来选县长？其实我那时候也是一直问说，蔡培伟你为什么要选县长？可是不满足，不是不满足，是我觉得稀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在投社长大的嘛，我觉得哎，怎么南投比我20几年前小时候还要更稀迷？这是我能感受得到。对，我觉得我这次的选举是过去跟未来的战争。蔡培伟选举是把可能的资源跟好的年轻人连结在一起，来创造我们的未来，不管是科技加农业也好，或者是科技加文化也好。对，科技加进来。南投好像观光，再来就是农业，但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不是啊，那这样子你在东部办公室的职权那么大，是没办法推动这些的吗？没办法，比如说我举例，我在行政院嘛，所以我就建议说，哎，应该把这个工研院来引进啊，这个我真的很感谢。可是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在南投去找各式各样的可能性，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的话，很可能这个资源也会是全台湾各地的人来。我们这次是很努力的去找南投的年轻人回来，所以有超过40%是南投人参与啊。第二个是，我觉得我是在乡下长大嘛，我会看到问题，我会解决问题。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操场啊，每次要换，可是就是县府说他没有钱。可是我觉得你不能用没有钱来放弃你要做什么事，你要去找钱。所以我就说好，那我也不担忧，我就去让行政院专案来协助操场的改善，就是县政府也不用出钱，但是你还是你发包啦。我觉得心中的疑问也差不多了啦。那我们最后一站要去哪里？我们要来去大家最热闹的地方夜市，好不好？好，早上要去早市，晚上要去夜市，从早到晚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准备出发。好，来去。你好，我是蔡培慧，要来变南投馆长，再拜托。哇，说来就来。来来，跟着吃。我会尴尬。
小声一点。你好，谢谢大家。嗯，用得到，谢谢。不要念口号，不要念口号。哎，立二，立二，立二，哎，倒计时节哦，哎。打拼半年，南投在地的。哎，二我是蔡培慧，会做事，真实在，叫拜托哦。啊，我们是对手啦。啊，看你怎么选。你好，你好，多多支持，谢谢感谢，感谢。你偷懒是发两。哎，对，被发现了。我这个拜票我已经学到了。我带你去玩好玩的。好哦，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的。我不用教你，我直接帮你夹就好了。好好好。人吼，不管到什么年纪，女孩子心中都会住着一个小女孩。今天最少送你三样东西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我输啊！哎呦，这个下滑速度有点快。真的激动了！哇，二十块，二十块就拿到。尖叫声！这个运气好，一门就出来了。哇，有点臭掉哦。哎，差一点。好，放弃这台。你要照顾一下所有的工作人员。对啊。好好，200块钱，我试试看。我们刚刚从银行拿了6000。水哦。哇，我马上成功哎！有了。那我要请草爷把它送给呼呼。而且今天是呼呼的生日。好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有点吃这台。哇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啊，这样不行了。要夹靠近洞口的。还蛮好玩的哎！换台，夹娃娃机最怕就是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可以，不行就放掉。对准东西就好了，黄色这只。好，可以下了哈。可以下。好，再来。有机会，等一下我帮你换一下。试试看。好耶！谢谢你救我。因为这个速度很快，所以它的拉起来会弹跳，对，很容易就滚出洞口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这样开心吧？我超开心，而且我第一次夹娃娃机夹得到啊！果然是名师出高徒。刘二姐，我跟你讲，你教我怎么选县长，我教你夹娃娃机。对，好厉害啊！我看也活的。你们三位超级助选员什么感受吗？看到一个在为这个地区在努力，我看到是感动。哦，谢谢。我一直觉得好像光鲜亮丽，但其实你们做了很多事情。今天光你们跑，哇，我们真的快不行了。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其实不会觉得他们的辛苦。我觉得哦，看新闻啊，只能够看到表面的东西，唯有真的哦，脚踏实地下来走，你才会看见原来一个候选人他的行动力，他对这个在地的感情有多深。因为你没有在地方生根，你没有去多了解地方的民情，真的很难在当地让选民信你。对对 ，maybe 这集出去，很多人会说，哎，你是在纪律的站台。我觉得这不是重点，我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来了解选举是怎么样。不管你们有没有因为这支影片了解到政治，但是某种程度，我们不要都只说不好，好的地方我们也大家就是勉励，多多支持。我有感觉到草爷在过程中啊，做了很多筹备的工作。这一点也是我们平常比较没看到的，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，这可是一天的精华，然后或者是很多很多经验的累积。我这样子今天一天下来，对于选县长是有资格的。我觉得你如果要选县长，你有96%的实力。但我告诉你，我才不想选，我爬不起来。对，重点是我选这两个，才跑这几个点就累死了。我超强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再下一站，要不要去？希望我们南投越来越好，那以后也多多支持，多多加油。好，一起努力，多多指教，谢谢，很开心认识你，谢谢。最后还是谢谢你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。好，希望明天的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选了，香，哎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Mm-mm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,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 my.
他刚刚还偷看稿子，打一枪，太低调，我记不住，你还给我偷看稿子。